个半场。可以感觉刘雨辰和陈清晨两个人中前场，你看圣多夫到现在没有一拍杀球的机会，对，就是说前中前场抢的是非常的快。盯住陈卓夫的反拍啊，对，因为双打之前可能动用张稳配的要更多一点，对对对，他肩项可能也是连续主客场全都是他肩项的，这体能还是有点吃不消啊。因为今年的这个联赛确实有点太密集了，对，他特别像这种运动员从国家队回到省队之后，他的水平包括他的训练强度其实跟国家队可能是国家队要更强一点，对，回来的话会稍微有一点退步，所以现在应该说陈卓夫的训练状态和比赛状态肯定是没有另外三个人好，对，也可以看出对方的防守是非常的好啊，嗯，特别是陈清晨，看上去觉得这发球已经掉得很难接了，但是像陈清晨这种个子的话，其实打混双还挺适合的，嗯。自己的失误会多一点，8-2，关键感觉还是有一点点跟不上对手的一个整体的速度，对，9-2。确实这一场球非常的困难，这刘雨辰这个身高，嗯，身高的威胁性非常大，其实他杀球还好，对，但是他的假动作吊球啊和自己的中前场的连贯是算非常快的，陈清晨第三拍的跟进11-2，11-2接线，你看双方从实力上还是差距比较明显，特别陈卓夫呢有点跟不上其他的队员的一些节奏整体的速度，就像天青在青岛的受伤的话也是可以说包奕兴，他现在如果湖南队想要派出最强的阵容的话，包奕兴肯定是两个都要上的，嗯，混双和女双，而且再加上可能像戴子颖他也无法就说帮助湖南队来这个打女单的话呢，可以其实也可以说间接的像女单包括女双其实他这个实力就大大的降低了，对，继续比赛11-2，还是要在速度上想办法跟住，
12-2。3-12。那现在感觉圣斗夫啊，中场的球啊，还是应该说处理的太软了一些。对，就是以过度为主嘛。对，并没有主动的推压抽压。更多的只是挡。陈金城的失误，快发球！很明显，感觉陈金城和刘宇辰两名队员呢，就是只要自己不失误，对方想要主动得分啊，还是很困难。对。湖南这两名队员在他们面前算是老队员了。这轮转非常的快，好球！哦，他控球上了，快发球！陈德福这球很有想法，但是没有控制好。两人这球防得还不错，但是还是没有反攻啊，所以速度上还是缺少了一些。应该说只是比较消极的一种防守了，让刘宇辰他其实跟得很快的，一路跟上。好球！7-16。陈金城队往前连贯很快，17-7。现在湖南队就是自身的速度打不快，所以在场上就表现出来没有很好的一些得分。还是。包玉兴是在想办法，在想尽量的抢往前啊。18-7。陈卓夫的速度起不来。对。北约绕头顶。9-7。好球！
这球应该是把刘雨辰完全拉开了。对。就打主要还是像我们之前可能更多的都是一些直线球为主。嗯，姐妹局点20-8，局点20-8。陈清晨往前的拿球很合理，什么时候软挡什么时候发力抽压，打得还是很聪明，只是说我们自身的速度还是有点慢。那这种球稍微平一点，陈清晨那个直接往下压了。第二局的比赛也希望自己能够把握住机会。第二局比赛开始，0-0。那我们再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换位之后所处的方向确实还是有点这种顺风。嗯，你包括上一场我看针对周泽奇打天后卫，第二局可以说跟第一局可能主打进步，对，第二局呢就是战术完全有变化了。对，2-0。因为可能单打会更明显一点，但是对于双打来说呢，它基本就是强网，所以速度非很重要。顺逆风呢可能会有一点帮助，但是不像单打那么明显。嗯，充分也是可以说利用到了这种风向对自己的一种帮助。对，嗯，这风网啊还是球很实。88-9，3-1。好球。嗯，对，包奕昕还是再往前可以跟陈清晨抢一下。嗯，现在只是两名男队员的比较呢，辛诺夫的速度要慢于对手，对，而且手上的威胁也比对手要小。对，陈诺夫从8-9。88-9-2-3。嗯，手上的失误，手段的失误，4-2。嗯，好球，就只要下压你就有机会。对，因为陈卓夫打球的话，他的可以说他的眼神里面看不到杀气，张稳呢有时候能够看到。嗯，非常可惜。
球，5-3。那应该还是跟自己所处的一个位置有关吧。嗯，因为在国家队的话呢，我一直有机会向上走，或者是往更高的水平追求发展嘛。但现在回省了，可能就没有这种机会了。感觉第二局应该会好一些，嗯，包奕昕也加快了往前的对抢，对，好球，哦，嗯，陈卓夫的两边啊，对，两边摆开，嗯，可能加不起速啊，也不一定完全是陈卓夫的原因，因为两个人的配合和跑位也有很大的原因。经常是包奕昕往前去了，对，后场漏一个大的，对啊，所以就是说自己搭档的这种习惯问题啊，也是有很大的原因。对，太久没配合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跑。对对对，就是说这互相同伴啊，习惯的跑位啊，不太清楚，所以他们两个人在场上有的时候明显的脱节。对。像这种就是说个人能力表现的话，陈卓夫的速度还是可以，但一旦两个人中间的球谁来接，就湖南队的明显就要慢一点点了。现在第二局还是要把比分咬住，应该说越打双，我们自己的配合会越来越好。好球，嗯，这球漂亮，好球，好球。像这个回合呢，他确实还是能包奕昕的往前抢得快，对，陈卓夫他也跟进就会很快，嗯，这就是说两人的配合需要更好的去多商量，边打边商量，马上找回自己的那种互相的这种感觉就会更好。看怎么抢网，还是没有抢过，连这个意图太明显了，这掉的抢直接完了，嗯，对。包奕昕上了。慢慢可以说将状态打穿，嗯，只要刘雨辰不让他在原地这样进攻，其实就可以了。对，拉稍微拉开都会好很多。嗯，这球也还是跑位的问题。对，你后场队员你杀了以后还要自己这样跟进上的话，确实太累了。对，嗯，确实啊，这几排抢得很快。
表决比分咬住就好。这发就发，10-8。嗯，好球，好球，过人了。9-10。11-9。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并不是说我们的速度慢，而是两个两名队员的配合问题。对，更多的是配合。对，就像这种球还给包奕兴更好处理一点。嗯，又是一个转身又过人了。但第二局呢，一个是适应了对手的一些打法，第二个呢，我们自己的配合会越来越好，所以比分现在就明显要接近很多。对，这还需要队员在场上自己多商量多努力。差一点。12-9。好球！好球！这一盘杀的位置很好。感觉我们的球还是向上走的太多，对，对方的球抽过来抽压过来都是向下走，而且老是在一条线上面。对，像这种球完全就真的是靠防守了，对，靠自己的个人能力了。对，嗯，抢着往前就有进攻。是2分的差距。嗯，好球。还是给了位置让刘宇辰太舒服了。对，所以对方的速度明显要快一些。嗯，所以场上进攻的机会会更多。
边拉开。嗯，但两边拉开，对方也打得很聪明，就不给你不起球，不给你机会。漂亮，嗯，漂亮，吊球非常聪明。球出不去，发发球，15-12。脚慢了一点，对，16-12，还是直线上一直，所以对方的速度还是比我们要快啊。失误。13-16，前11分能够追上来啊，就是说保持比分的那个接近，包奕兴在往前还是抢得非常的好。对，现在感觉好像包奕兴也拿不住球啊。可能他应该说他速度不能够一直保持这样和陈清晨的这种速度对抗。对，快一段呢又速度慢下去了。嗯，还是抢不过。哎。嗯，好球。所以你看陈金城跟的就非常的快。对，但有时候呢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冲过头的感受。对对对。14-16。他打球属于这种，可以说很有激情啊。对，比赛型的队员。对。嗯，好球。15-16。感觉郑州夫现在应该多把意识放在中前场，因为对方就是不起高球嘛。对。中半场的控制。嗯，所以就不用自己站位靠得太后。没有出去还是发发球。刘雨辰接接发球扑球还是威胁比较大，一直是两分的差距啊。嗯，好球，发发球，16-17。像这种球包奕兴应该往上跟啊，而不是站在那里，所以连续防守没有反攻的话是肯定不行的。对，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挡而已。嗯，18-16，因为防守的人毕竟压力要大很多。对，这球，这种球接发球太软了。19-16。所以前半场不能给陈金城很好的机会。嗯。他个人拿球的能力还是太快了。
线内。嗯，判断失误。长点。盘点20-16。20-16。这次跟进非常快，对，因为往前还是他的一个，就说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对，所以整场比赛来看的话呢，我们湖南华莱队啊还是实力要差一点点，但是更多的应该还是自己的自身的配合太少，对，这是第一场比赛嘛，所以从第一局和第二局两局的表现来看的话，确实非常的不一样，对，和第一局比的话有一个很大的改进，对。好，那么这一场混合双打的比赛，广东世纪城目前1-0领先于湖南华莱，稍后将是第二盘男子单打，谭振东对阵乔斌。